韩国瑜选总统，石墨鱼料理业者狂跳针，边喊边炙烧石墨鱼串，好热闹！我不客气，五脏的享受哈，来，朵郎今天都就喝起来哦，弄就爱起来哦，况且是炙烧韩国鱼哦。石墨鱼皮包着石墨鱼肉，成了业者口中的炙烧韩国鱼。他在旗津摆摊两天，一共准备1000串，成本至少10万元，还让韩粉签名联署，就是要让高雄市长韩国瑜知道韩粉有多希望他来代表国民党争大位。最好吃，这个是石墨鱼，韩国鱼，你觉得韩国鱼是不是最强的？目前为止是，因为他声势最好啊，而且他真的有在做事啊。 旗津游客还有文讯而来的韩粉大排长龙，每位都要念通关密语，才能品尝美味。而业者也乐得为自家商品打响知名度。旗津哦，因为哈这个政治色彩是偏绿哈，但是我们非常艰困，但是我们这么好的产业，还是要从旗津开始来出发哈，颠覆传统，好的东西一定是要跟好朋友分享。韩国瑜选总统。 韩国瑜气势压过党内太阳，基层拱他选总统的声浪不断。这次借由送石墨鱼串，让韩粉响应，下次送啥好料，韩粉拭目以待。记者张崇明，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